哇，好酷啊！嗯，妈啊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旋转餐厅，我也想去。哎呀，这有啥的？不就是汉堡吗？我给你做。是汉堡的问题吗？仪式感，仪式感，懂不懂？我有办法。你就是要吃个仪式感吗？咱来个国风版的流水麻辣烫，一定给足他仪式感。好了，仪式感的大工程终于搞定了，现在开始准备食物。既然主题是国风日常，那就炸个老北京的酱，待会儿拌面吃。脏酱面这小子平时是超爱的，做起来也很快，一次可以多做点，还能吃两顿呢。再来个麻辣烫的料汁儿，一点点火锅底料爆个香。待会儿留过竹筒的食物，主要是要蘸这个。这个料汁的灵魂，除了麻酱，关键是有牛奶的加入。调料搞定，剩下的就是把所有的食材全都焯个水。麻辣烫里平时喜欢吃的，也就是肥牛丸子、耗子杆儿。哦，对，还有藕片。之所以给他们备了这么多食材，那是因为啊，我费这么大劲搞的流水装备，只吃个面岂不辜负啦？现在所有的食材全都准备妥当了，小料也很丰富，待会儿他们可以自助调味，把最后一节竹筒跟桌面衔接好，就可以喊他俩入席了。欢迎光临小九失重餐厅，让你们体验一下失重麻辣烫。他们赶紧选位置。我坐这儿，你坐下游，我给你留点。好吧，好吧。两位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了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哇，到食材了啊！先来个丸子。嘿，啊，我的豆，哎呀，哎呀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妈，这有个丸子。哎，上完了。你怎么给我留一个呀？哎，行。爸，真的。都吃剩了，你这都是。真有这玩意儿，这千万可不能留下去。哎，臭小子，你吃饱没？我还饿着呢。哎呀，就等炸酱面了，妈，下面来了。你干什么？哎，别顶，我的腿。哎，哪里跑？哎呀呀呀！我的！哎呦！哎，儿子，我这个失重餐厅怎么样？太完了，以后都这么吃吧。每天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又买这个了？你爸还说不让你吃糖呢，你听吗？那我当然不听。但是这别着急呀、啊，我把无骨鸡爪给你安排上。柠檬无骨鸡爪是多美味的食物啊！一开始啊，我也是不吃的，现在超爱，不吃纯粹是心理作用。先在鸡爪背部划刀，后煮，是我试过的最佳的脱骨方式啦。这样煮完，骨头就直接露出来了。放冰水冰过，还得再放冰箱冻半个小时，然后这么一掰，骨头就出来了，连小骨头都很好脱，是不是超完美？以前脱骨3小时，现在半小时搞定，灵魂除了脱骨，还有料汁儿。接下来就是柠檬小分队和各种配料整体上场啦。最后啊，把脱骨的鸡爪拌进去。哦，对，还有百香果、香菜、芝麻。这次抓爆均匀，还得放冰箱，腌入味儿才更好吃。因为好脱骨，一不小心脱了这么多。前阵子偶然在外面吃了一次韩式鸡爪，瞬间被俘获了，简直太好吃了。回来赶紧研究了做法，也是简单到不行。腌好的鸡爪炒一下就可，加点梭子叶味儿会更正。出锅再撒点葱花、芝麻就好了。比起柠檬的这款更软糯，有点软乎乎的。口感是甜辣鲜香，满满的胶原，超好吃。腌好的柠檬鸡爪主要特点就是酸爽，口感嘛更加 Q 弹有韧性，吃了就停不下来。哎，儿子，超好吃的鸡爪来了。哎，看起来还行哈。还不错。哎，这看上去比刚才那个更好吃。哎，真香。这又是南海挺劲道的。爸爸，你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能出现在餐桌上吗？站住，妈妈爱吃啥我吃啥。妈，你看，哎，黄鱼、年糕、排骨、水果，哪来的这么多菜啊？哦，刚才一个叔叔送的，说咱们家被评为了会生活的家庭。嗯，哪个叔叔？不认识，但是好像在哪见过。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
今天呢，给大家准备的礼物也是非常有寓意，会生活，淘菜菜，买菜就上淘菜菜，走。哎，这不是杨迪吗？大家挺有眼光的嘛。姐妹，咱们家不就是寓意菜吗？这能难到你老妈吗？那我给你来个一鱼两吃。做鱼首先得看刀工，很显然这玩意儿我没有，管它三七二十八，能处理好就是王道。留一条完整的待会儿炖，这一条把肉厚的部分剔下来，先横刀再竖刀切完，呈现出一朵菊花，这道菜俗称菊花鱼。哎呀，差点忘了姜片。另一条也腌一下，这一大据说叫黄鱼年糕。先把菊花鱼吸干水分，再裹上满满的淀粉，然后再放油锅里炸，炸到金黄捞出来，待会儿再搞料汁儿。得先炖这个枕的，也是两面铺满淀粉，换个平底锅给它两面煎一下，盛出来晾一边，再先爆个料汁儿。为了避免鱼碎掉，我总是先调好味道再放鱼，先焖煮个十分钟，再把黄鱼的最佳搭档年糕丢进去，再大火五分钟收个汁儿。黄鱼的第一道寓意菜出锅，据说这是好多饭店的招牌呢。鲜香肉嫩的鱼配软糯糯的年糕，不愧是饭桌上的人气菜。摆好盘的菊花鱼，浇上番茄料汁儿，这算是迷你版的松鼠桂鱼了吧。至于这两道菜的寓意，看看牛同学怎么说。儿子，这两道菜的寓意看得出来吗？哇，这我知道，花开富贵。多富贵鱼的味道。这个年糕里面有鱼。哼哼，有我在，美食不重样。淘宝搜索淘菜菜，会生活会过日子的都在这买菜。哦，门铃。我还问了送什么？怎么好才收起来渔具。哎妈，这些是不是可以扔了？哎，这可不能扔，我还要用做吃的呢。吃竹子？当我们是熊猫吗？有没有听过一种美食叫竹筒饭？这做竹筒饭，你觉得我们会吃吗？哎，就是。看我怎么给你们变废为宝。哎，小可爱，我一干活你就捣乱啊！挑几根品相好的，锯成我家蒸锅能容得下的长度。哎，一边玩去，待会儿伤着你。我觉得厨子是大自然的儿子，用它做出的竹筒饭有竹的清香，这小子嫌弃，那给它洗干净不就行了？之前做流水麻辣烫把肚头都砍掉了，办法总比困难多吧？这不就搞定啦？竹筒饭的灵魂肯定少不了腊肉和广式腊肠，这些配上香米，味道绝了。为了让味道更地道，我特意用这个铁锅炒，腊肉香肠炒出油，加上配菜，这里面的胡萝卜丁，这小子不能给我挑出来了吧？调个味儿，再扒拉两下就关火了，然后再把泡了一夜的香米拌进去。这个长粒香米最适合做竹筒饭了。除了这个经典口味，我还做了这小子最爱的菠萝饭，还有甜口的红糖饭，这个不用炒，拌拌就行。接下来就是把三种饭都灌到竹筒里了。附近的装修商着实有点闹心啊，多少有点影响这唯美的画风了。灌完再加点水，再扣上竹子的另一半，把窟窿堵上，最后就剩烧火蒸了。时间不长，也就一个半小时，香喷喷的竹筒饭就可以吃了。哇，这香气，怪不得叫竹筒香饭呢。哎，你不是不吃了？怎么样，好吃吧？真的吗？真香啊！妈真香！哎呀。